珠儿，您怎么起来了？您喝了太医开的药，才昏睡了几个时辰，要不再歇歇？给本宫梳头吧。是。春蝉，本宫昨日一时糊涂，下了重手，还疼吗？不疼，奴婢没事了，楼主挂心。但本宫从来没有打过你啊。奴婢知道。看你嘴唇发白，来。给你抹点口脂，也能显出在本宫身边当差的体面。真好看。谢主。对了，很久没给额娘上坟了。你早些出宫，帮本宫拔掉坟头上的野草。是。奴婢知道了，去吧。春蝉看似要出宫，快通知姜太医跟着。是。王公公，于妃娘娘。
起来吧，可要当心眼前的路啊。本宫是要来告诉您一声，春蝉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宜妃娘娘，这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的，您不能这么乱说吧？王公公整日跟杀人凶手在一块儿，应该比本宫还要清楚，这春蝉是死是活，还有他为何而死。本宫记得呢，这一路上伺候皇贵妃过来的，兰翠死了，春蝉也死了，还有静中呢。如今只剩下王公公一个人了，本宫是要来提醒王公公惜命。